一只正在打篮球的公鸡穿着黑色上衣，灰色的背带裤，中分发型。公鸡、背带裤、篮球都有了，但我总觉得怎么好像哪里有点不对劲呢。嘿哈喽啊大家，前段时间小 V 拿到可灵的内测资格嘛，然后就和小伙伴们各种讨论，各种脑洞大开的让我帮忙测试这个据说可以超越 SWR 的 AI 视频生成工具。那小 V 搜集到了大家的一些提示词，按照这些提示词让可灵帮我们生成一段视频，来看看这个 AI 工具到底是不是像宣传的这么厉害。我可太喜欢订阅加收藏啦，朋友们。好，那么现在大家和我来一起看看吧。16:9的电影画面，一个宇航员骑着马在陨石坑里驰骋，尘土飞扬，身后是恶灵骑士在追赶，镜头为俯视角，由远到近，看得出是一个宇航员在骑马，尘土也有。不过，恶灵骑士你在哪里？是这里吗？这个还算是过得去哈，大部分的提示词都还原出来了，还存在一定的偏差，不过我只能给5分。在浩瀚的宇宙，镜头前是一个巨大的星球，在远处猛烈太阳光照下，一艘宇宙飞船在这个星球的光环上缓慢航行。这次还原的还是挺不错的，只是这个飞船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空间站。我们来看下一个，一个宇航员骑着暴龙在火星上跳远。宇航员和暴龙都有了，不过不是说好了跳远吗？一个穿着黑色上衣、灰色背带裤、白色中分发型的少年正在打篮球，这个跟之前的那个类似哈。你打算谈的响声我在大洋彼岸都听得到啊。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规避版权问题，这个生成出来的视频怎么看都不对劲啊，能不能生成两个妹子打架？安排这个还原的还是不错的，都已经被扑倒了，怎么嘴都给打歪了呢？太残暴了。这个小伙伴给了一句古诗，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猴子和船都有了，虽然和诗的意境不是很符合，但光凭一句话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还是不错的。能生成一只袋鼠在月球上看地球吗？哟，这个还不错，看起来这个似乎该有的都有了。一只熊猫戴着黑边框眼镜在家里餐桌上用筷子吃面，可以看到眼镜并没有还原出来，不过动作稳定性和流畅度还是挺不错的。请帮我试试这个，一个穿白色刺绣汉服的绝美女侠，姿态矫健优美的从悬崖上跃起空中，挥动宝剑放出凌厉剑气，隔空斩断一棵参天巨松。没有跃起也没有剑气，树也没断，不过意境倒是挺不错的。葱蒜爆锅后爆炒蟑螂，蟑螂不怕烫在锅里爬，锅里发出很大的油烟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OK， 以上就是所有留言想用可灵 AI 测试的文生图的内容，视频都是一次性生成的，并没有多次生成或者做过调整，这样的效果你还满意吗？如果你还有很多的想法或者更好玩的提示词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那可灵 AI 的功能目前也开放了图声视频以及视频续写的功能，最长可生成3分钟的视频。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图声视频的效果如何吧。小 V 用 Stable Diffusion 生成的一张猫咪图片来做演示吧，还没有用上 Stable Diffusion 3模型的小伙伴可以看小 V 的这期视频，教你如何直接在线使用 Stable Diffusion 3模型。
好，那么我们开始吧。第一个视频我并没有写任何提示词，这是可灵默认生成的效果，然后我在这个视频基础上进行了续写延长并写了提示词，我们一起来看看效果。画面到后期可以说基本没有细节了，完全转变成了另外一种风格，不过从开始到中期都是简单提示词的情况下，可灵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。我也用相同提示词在 Luma 上生成了一段视频，我们来对比一下。大家觉得哪个效果你比较满意呢？另外，可灵还有类似 Vigo 那样的图片生成舞蹈视频的功能在等待开放，而且目前也只开放了手机号注册，想申请测试的小伙伴们可以手机上下载快手 App 来申请内测资格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可灵现阶段只可以用加86的手机号来注册，希望可灵后续会开放更多的登录方式吧。可灵 AI 目前的技术相比起一年前的 AI 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特别是连贯性还有稳定性，现在只需要一句简单的提示词，通过 AI 就可以一键生成不但逼真还有趣的图像和视频，真的为我们节省了不少创作成本。有了 AI 感觉很多事情都变得简单了，科技真的走进了我们的生活，变得触手可及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如果觉得有帮助，狠狠地来个订阅，点个小铃铛，支持我的工作，我会为大家推荐更多更有趣的工具干货视频。